错，这个就是最真实的我。自从我每一天拍影片之后，你们很担心我这个镜头不够笑容、不够活力，然后拍影片之前也会对自己笑一笑，看看有没有用。好，我们现在出去，先出去，我好饿，出去再说。先说这个，影片开始前先说这个，你们看不看到这个？自己剪头发就是这样，还不看到啊？真的是。走了，这位你认得这里，就是在这里。每一次出门也是在这里。每一次出门也是在这里出门啊。我们现在今天的影片就是去 IKEA， 好像 title 看这样，去 IKEA。八豆腰，八豆腰，要我吃饱才有力跟你们说话。喂喂喂 ，Good morning, Musy， 最近怎样？好像收了那么多东西之后才开始说这句，有一点奇怪哦。好，我刚刚说了我霸豆腰，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 IKEA 的 restaurant， 先点东西吃。哦，我还没说我今天要做什么，就是走一走 IKEA， 就给你看看英国的 IKEA 吧。英国的 IKEA 基本上我相信跟其他地方都一样，因为都是 IKEA。你要点东西的话，就自己拿盘子，自己怎样走路。排队自己点，如果还没有去过 IKEA 的话，不会吧？不会还没去过 IKEA 吧？没有去过 IKEA 的话，就去了 IKEA 才看影片吧。哎，我看到这个叫 Ginger Beer， 原来 Ginger Beer 不是 Beer， 我是之前你们看到我跟 Will 吃早餐，我才知道 Ginger Beer 不是 Beer。Yeah， cheers mate， thanks。霸豆腰，其实我没有打算点 chips 的，但是我在拍的时候，他突然问我什么，然后我就什么都没有听到他说什么。然后他问我是要 chips 还是那些 potato mash， 然后我就选了 chips， 因为我看到其他人点了 chips， 然后就选。哎，吃起来也是蛮好吃的。好，其实我觉得这些不用说，没关系啊，你们哪里去的自己就知道。先吃，八九不客气，吃完再说。我真的好饿。哎，这个吃完很重要，要记得自己把 tray 放回去，因为这里基本上所有东西都是 self service 的。来来来，我们开始走一走 IKEA。 基本上你看到后边都是跟亚洲完全一样，所以都不知道走什么。我想跟你分享一件事，是刚刚就有一个老人就问我，哦，这个是什么啊？然后我就说拍影片啊，然后原来是香港人来的，然后他最后一句跟我说他喊雷丑，就是有空上来坐。我就在想，这里又不是他的家，可能是他的家耶，所以才说有空上来坐。好奇怪的人。我终于找到亚洲跟英国的 IKEA 的分别了，就是这里没有用，因为我从来没有真的花时间做过 IKEA。 你看到那些小房间或者客厅之类的，好像我现在坐这里一样。我下一次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想找一个地方看看书，其实不一定要去 cafe， 去 IKEA， 这里都没有人，就自己带一本书慢慢看就好了。发现我来了 IKEA 至少有50次吧，人生里面没有100也有50。我是第一次就这样坐在这边，不用赶时间。哇塞，原来是坐了下来就不想走的感觉，是心态吧？在亚洲里就不会坐这些。你跟朋友来到，吃一个热狗你就走了，不会坐在这边什么都不做，只是想东西。终于找到有一些东西是有用 IKEA 这个东西，流血要买，因为很方便，我家也有用。这个是我100%肯定在香港没有的，因为在这里，你在上面好像刚刚我走这里，
看完 showroom 以后，你就选哦这个桌子啊，这个椅子啊，然后就下来这里，自己它有很多全货，然后自己抬回家放上车，那就不用 order delivery， 麻烦。好像看那个怪兽公司，然后就有一些人跑出来吓小孩叫。对对对，你看到我这次走到最后怎样出来了？拜拜 IKEA。哇塞，又是下雨，看到英国都是这样，拍那么多雨片，最特别就是 sell 这个天气，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天气，嘣嘣嘣嘣嘣，哇哇。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你看到狂风暴雨，那我还是不说那么多了。好了，我们明天见。Bye.